时候手比较不会那么累。这个呢，就是这样，很悠闲的吃这个宝石，然后再把对方害鼠。然后撞到就会变傻。No way！ 哦，这是我的。我的！哎呀！我们信任迷路都没有抽到新角色啊，好耶！啊，不知道我够不够抽哎、欸。我说到那个兔兔，那个兔兔也可以抽，而且那个兔兔是免费的，免费可以抽的。你每次过关，他就会给这个泥币，泥币就可以换，然后。可以抽这个泥卷，对，没错，就可以抽这个卓越搭档，我们的帮部们，我就不信啦、啊，我抽不到，不可能！拜托拜托，爱莲爱莲爱莲，拜托拜托，爱莲爱莲爱莲！喂。比怎会如此？泥币要怎么获得呀？零号空洞可以拿到泥币。哦，我是不是就是要这个东西呢？嗯，出发。我只能说，猫鼬的所有都长在我的性癖之上。其实我自己没有用到的角色很多，因为我都没有抽到，我已经气不好，都没有抽到装白痴的啦。我如果运气好一点，还可以给你们看多一点角色，但是我这次真的是运气超差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还是我平常就是。已经运气太好了，把自己的运气都用完了。可以可以，我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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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可以，我是第一名，我是第一名，我是第一名，叫我第一名就。哇！完了，刚刚没有躲掉。我们先去解一个普通一点的任务，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高了呀，太难了！我要逃避，我要当个小废物啦！你们喜欢的角色是哪一只？像这个兄妹，如果一开始让你们选哥哥跟妹妹，你们会选哪一个？我自己是选哥哥啦，但是妹妹也很香。我没有走过妹妹线，我不知道妹妹线会跟哥哥线差在哪里。选哥哥可以听妹妹的语音，选妹妹可以听哥哥的语音，确实。晚安，哥哥。每天都有人跟你说晚安的感觉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哦，这个是不是可以拿泥卷？我就可以抽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有个完美 ending 了，你不觉得吗？
这边有小游戏。1200，现在400，活动已结束。纳尼？噬魂拳我也觉得蛮不错的。你看啊，噬魂拳我觉得超可爱，这个很像什么呀？它就是可以这样吸，但是你不要不能被那个砸到啊！这吸很快，计时器啊！我被压到了，我操！太笨啦！啊！不要不要！啊！那位，等一下，死掉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对对蛇手比较不会那么累。这个呢，就是这样。很悠闲的吃这个宝石，然后再把对方害鼠。然后撞到就会变傻。这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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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够烂的啦！等一下，啊，为什么我小游戏这么烂啊？你们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？这个女仆，我最喜欢的是爱莲，爱莲超香的，她的穿衣风格就是我的品味啊，就完全是长在我的菜上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菜呀！不然好了，为了你们，我平常是不单抽的，但是呢，为了你们，我们这边九抽，我们直接单抽抽掉，单抽出奇迹 ，Let's go！OK， B， 单抽出奇迹，有吗？有吗 ？B， 好，单抽出奇迹，拜托拜托，幸运之魔手，有，慢慢在进步喽，慢慢在进步喽，各位。我真的觉得企鹅很好用，超开心！带走出奇迹，来喽来喽，又来了！难道又是企鹅？棒棒！好爱好爱企鹅，最喜欢了。绅士已经被我淡掉了吗？绅士应该也很强，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它。但企鹅就很直观，它就是一直冰冰冰，很爽的。最后一抽，我感觉到了。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，我感觉不到了。最后一抽，最后一抽，他都偷偷的给我从 A 跳成 B 耶！我
我觉得他很坏。我如果是我家的电视，我早就打一打了。耶、yeah! ！我们又可以去升级我们的可爱企鹅呢。哟，プロ棋士、何か困りごとか？企鹅升级。啊、我企鹅已经满星了呀！我是满星企鹅帮布，太可爱了。其实还有很多帮布，而且这个都是免费，可以帮布是可以免费抽的，就是你只要过一些活动啊，他就会送那个 NE 券 ，NE 券就可以抽。每一只帮布都超可爱的，天哪！直视帮布也很可爱，但企鹅帮布是真的超可爱。我还有抽到这个恶魔帮布 M 啊，连鲨鱼也很可爱，鲨鱼就很鲨鱼。我现在最喜欢的是企鹅跟这个纸袋布，纸袋纸袋纸袋，我是纸袋布哟。他们如果每一只都有不同的声音，那就好了。目前听起来很像，有一点不一样，但很像。如果帮布可以出那个娃娃或是公仔，我一定买包。最好是出盲盒。我告诉你，米哈游听我的，这个帮布啊，把它做成盲盒啊，看我一定买包。就是打开来，你不一定会抽到什么。哇哩！我一定失心疯，我一定买包，受不了。我觉得屈领它的画面很华丽之外，我觉得就是它其实也没有到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，很多东西都是你可以自己规划的，所以我觉得自由性算是很高的游戏。宣想测试还可以再应用，就是你可以去报名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测试版，跟咪奴一起享受一下绝区领，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玩的。记得订阅咪奴的频道，更多影片在这边，还